你设定好起床时间，它会在你起床时间前就开始唤醒你，它是有阶梯式的把你叫起来。早安，要开始哟！现时2月28日17度到21度。看书看到不知道老婆走了。228放假，6:31，哇，好久没出来跑步了。今天天气凉爽，可以，不会很冷，所以我都穿短的。好，动一动。They settle down beneath my feet. I've got it right and I got it wrong. 跑着跑着跑到小巨蛋这边，诶，今天有国标比赛，蛮特别。Come sit here with me by the fire. 进来了，我今天有跑，真好多。So be here as the night starts fallingLet my fingers walk over your head. We got nothing to be scared of. I'd rather be with you than by myself. Workout completed. Time 34 minutes 46 seconds. Distance 6.02 kilometers. 6.2公里。六公里，好喘。好，现在是7:11，准备回去，就要去吃早餐。开车。走。哎，职业国标舞大赛。点两个红豆，啊，西套餐，然后再一个总会三明治，对，然后饮料热咖啡跟冰咖啡，对，对。9:30，出来门口好多人在排队。哦，今天跑完不吃，吃太饱，撑在那边，然后音乐很好听，几乎快睡着。好，现在要去买小朋友的早餐，吃看看。我现在已经比较大片了。好，买完面包，本来要买冬冰，还要去吗？哦，临时看到咖啡酱，它叫咖啡酱，对啊 ，coffee chat， 对啊，里面面包好像不错，就随便买。这个，然后又有面包，它的面包看起来比较厉害，盐烧三 cheese。菠萝呢？是。超重的东西也很厉害。不是说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吗？可是这个不行。我今天把这个放后面，我想说我习惯那种泡菜，结果更没看，就买到这个。就这个也好吃，而且它有鲑鱼，有种味道。我觉得这个好吃啊，香肠油鸡双拼。那天我也买过啊。我看书看到，不知道我老婆走了。
我在你后面，我在看书啊。有开耶、欸。你不用想啊，就一啊。一是招牌猪肉。对啊。不是，一是猪肉蛋吗？哦，那它的招牌。家里剪好再来大概就是两点多，可是我这边两点多有一个网友要拿板子来改，然后他从台中上来，我想要干脆早点来。我想说先到办公室，然后剪完影片上传就可以等那个网友来，就不用赶着，万一他提早到，我又赶着要死。对，那现在时间是11:50，我预计应该要剪2.5小时，可能啊，可能要，所以弄到好影片上传应该是3点啊，预计，好，上工吧。哦，1:14，我先跟他拿板子，然后待会请他们绕一绕，或者是明天，他本来是说明天再来。看看怎么样？好，我现在下去。好，上来了。后来我想说我不要这样赶，因为赶我如果现在跟他讲说我现在立刻改的话，他们便会在楼下等。我想让他们到台北来，他们可能可以先逛一逛。我就说那你们逛一逛吧，我们大概5点，所以我中间就有一些时间可以把今天影片完成，那待会就专心来改他的板子，跟那个洪先生要我修的那块板子，就这样。好，4:11，好，总算影片搞定。今天影片也是上传过程也是很多很多小错误，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在拍YouTube 影片上传会有这样的问题，一下子是什么什么没有储存啊？可是我明明已经存了，一直跟你说没储存。好，不管，开始改滑板。它这张这个颜色是比较深的灰黑哦，跟我昨天的那个又不太一样。那这是台中上来的蔡先生，刚刚没讲，刚刚一家好像是4口，对，他们开车上来，然后说先去逛西门町。等下现在帮他。这个遥控器，哦，刚刚因为这个遥控器是当时只有我买了2个，我就跟厂商买了2个测试，结果这个洪先生买了其中一个，那他不知道怎么用的，把里面的锂电池那个铁片弄断，我在猜他可能是拆开来，有去移动到电池，那把那个电池的脚折断，那很难焊，因为我很少用那个烙铁，然后在弄的时候其实焊不太上去，我刚刚弄了好久，总算弄上去，现在。灯会亮。好，本来5点那个蔡先生要来拿板子，但是还没有来。还没有来的话，我们继续来修。我把他的壳换掉。他滑到这个边边的地方啊，看，他这个边的地方也都磨掉了。对啊。好，拿一个壳，然后另外我刚刚。
汗完之后又跑去洗脸，因为那汗的过程，那个汗的烟呢，都冒到脸上去，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记得我2017年刚开始改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帮大家改那个电压表，后来我都没有改，原因是都要用到烙铁，然后弄起来那整间都是烟啊，我觉得那个长时间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后来就没有改，而且那改了之后也容易坏。5:20他们到楼下，哎，他5:13有问我说现在过来拿可不可以？好，他下去。很好玩，那个刚刚跟那个蔡先生啊，当然他们两个是父子，其实原来是儿子跟我联络的，我一直以为那个就是他，结果爸爸请儿子跟我联络，然后那个板子呢，爸爸玩的比较多，好像都这样子。好，我们来泡咖啡。咖啡，我忽然想到，我的咖啡豆只剩这样，明天可能要用，并没有时间烘，不然就明天开始喝这个意式。像我今天其实本来是想要完成连刚那个红线的板子修好，但我刚刚看时间已经6点，可能没时间，然后开箱的部分应该。那刚刚我那个同学打电话给我，他问我说：“你上传都花多久的时间？”我说：“吼，知道。”因为其实拍影片不是只有剪辑那些问题，你慢慢会发现，你要上传到 YouTube， 那你网速够不够？还有就是你在转档的时候，你电脑够不够快？都会遇到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问题，或者都过程，我相信会越来越有经验。他刚刚也问我说，像我那个说明下面都会有时间点，那时间点怎么插上去？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很简单，就打上时间嘛。例如说，现在的时间是，假设说你要在6分钟的地方下一个连接，你只要写06:00，然后那冒号是半醒，就可以到影片的那个位置。那包括人家在影片下面留言你也可以加上时间点，你说几分几秒，我觉得怎样？那个时间点，像我们要回你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点那个时间点到那个位置，就是原来你问的是什么。很香，现在很滚。那像这种红锡要下壶之前要离火，就不要在火上面，不然你一插上去水就上去了。然后开始煮的时候先转大，然后再转小。如果这半夜冲很快，离火，调整火力，等它缓一点点，再推进去。那尽量不要让它破掉。通常你如果萃取到啊，它下来的那个泡泡会有一层泡泡，然后越细越好。如果能够又细又厚啊，然后通常出来都很不错。那这个动作是他们叫破粉。那破粉的目的是因为在最后要下去最后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温度已经不够了，温差不够大，它下来速度会变慢。那现在速度变慢的时候呢，你稍微挖一下，让它有空气可以过去，它就会下去比较快。很香，好，配这个。这今天在Coffee Chat 咖啡奖，早上跟我老婆去买，不错。不过这家的面包是乐田的面包，那我发现以前觉得很好吃啊，可是现在我觉得它的面团比较软烂，红豆的内馅是不错。然后今天早上不是去跑步吗？
我如果太久没有运动了，忽然去跑步，然后如果再加上睡眠，我昨天睡眠可能不太好，感觉是睡了，对啊，昨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啊，昨天睡四个小时五十七分，然后深度睡眠只有五十九，比我平常差。我昨天又买了一个 app， 是一样是它系列叫 Auto Wake， 就是自动唤醒的。哎，那个不错，那个是你设定好你要起床的时间啊，你设定好起床的时间，它会在你起床时间前就开始唤醒你，用手表啊慢慢的微微的震动，让你从假设你在深度睡眠的话，它会让你慢慢的苏醒过来，就不会。假设你刚好快清晨要起床前，闹钟要响之前，你睡得很熟的话，忽然被吵起来，你会觉得很累。啊，它就是慢慢唤醒，慢慢唤醒，让它是有阶梯式的把你叫起来。哎，我早上试还不错，就醒的时候，然后它叫醒你的人，那如果你没有醒的话，它会叫你 wa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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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起来，蛮有趣，你们可以试试看，叫做 auto wake。然后你如果单独买好像是90块，可是因为我之前已经买过它一套的，就是它三剑客，它的 hard watch 跟 auto sleep 以及 auto wake 这三个是一套的。那你如果买了前两个，我昨天要买第三个，我以为要再付90块，因为我已经付了两个90块，就我觉得他们蛮有良心的，因为它一套是210，我已经付了90是已经付了180，对不对？照理说我如果再买 AutoWake 是他应该可以跟我收90，我也愿意付90啦，结果要付钱的时候他竟然跳到变30，这个很厉害，他不知道怎么去设定，那也算很有良心，他没有分开，所以我觉得这个软体是可以推荐，而且这个软体我用好多年的。如果三个选一个，那个 Auto Sleep， 如果你有 Apple Watch 的话，我是推荐 Auto Sleep， 很好用，它就可以观察你的睡眠效果。那观察睡眠效果要干嘛？你就可以知道说，你什么时间睡，什么时间起来是深度睡眠会比较好，大概就是让你参考用了。对，尤其我最近几个月都早起，我觉得很好用。那我自己在看我自己的睡眠，二月份好非常多。二月份，那我以前我差不多在去年的九月开始的睡眠其实都很糟，像这个都黄色的，那都是睡不满四个小时，就是不满五个小时啊。那红色就是睡眠真的太少，我有那种一天睡一两个小时的。那最近几个月是好一些，那我最近也在调整了，睡眠够一点，然后饮食多一些蔬果，所以晚上吃完饭之后会尽量吃一些水果，像番茄啊苹果啊会多吃。那我刚刚为什么讲到这个，我刚刚在讲说我今天因为睡眠比较不好又运动，我刚下午其实头很痛，头痛到我在转档的时候啊，转档花了三十几分钟，我利用那三十几分钟坐在那边，坐在椅子上睡着。对，哦，那阵子头很痛，然后后来稍微睡一下就好了。好了，拉里拉拉又讲一些，好，6:16，收一收，准备回去。假日嘛，然后这几天我们可能会想要找一天去爬那个，我老婆就想去爬那富阳的那个类似步道，然后又要去 Costco 再看吧，总觉得时间不是很够。好，拜拜。逆向，觉得那边进来车进来要逆向。好，我们要去买晚餐。来，外带。好，稍等一下，哦，好，等一下我就是正好。哦，小姐，那我待会再拿好不好？好，待会再拿。你是说这一家？哎，再一份那个臭豆腐。臭豆腐。哎，谢谢，不用，谢谢。去哪了？好了吗？210块，有10块钱吗？有，慢慢来。谢谢。那没了哦，那我先回去好了。好，好，再见。Even if
your name in my heart。哦，南啊，很香的晚餐哦。来，香的晚餐。嗯，嗨，嗨，嗨，好，你在跟我打招呼吗？你又来，又来，又来，你又撸过不？嘿，抓我，帮你抓，我抓，帮你抓，不要撸。你很奇怪，你不给抱，但是想找人，想找人家就来。然后我要抱你都不给抱。可以了吗？勾到了，勾到衣服，等一下哈，好了，还要吗？那他很奇怪啊，你用梳子要帮他梳，他不要，但是用手就可以。